为了帮北辰重建在小燕一家人心中的信任，顺利求婚，栏目组特别为他推荐了知名减肥专家陈奇老师。因为我七天之后可能要准备向我未婚求婚啊，恭喜恭喜！我想能瘦一点，好，这样更好一点。七天之后，对对对，七天来讲，快速减肥，首先你要有很好的这种忍受能力，因为毕竟真的是辛苦，你可能没有体会过。老师您放心，我既然来找您，我肯定是我一定要完成这个减肥的这个目标的。行，那行，反正我这人就是严点啊，我就是比较严厉。如果我没让我按照您的要求来做，就您就有什么方法都可以，都您就打我骂我怎么着都行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当然我没有问题。跟陈老师初次见面，觉得陈老师挺温柔的，不像传说中的那么严厉。我怀疑这七天这个减肥计划，他能帮我完成吗？带着些许的疑惑，北辰跟随陈老师来到三亚进行为期一周的酷暑训练。令北辰没想到的是，刚到入住的酒店，陈老师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。我从一楼坐电梯到五楼，你呢从一楼跑到哎，你歇会儿吧。你从一楼跑到五楼，如果我先到，那就算你输了，那你就要做俯卧撑，好吧？你要先到，算你赢了，给你减点运动量。行，怎么样？行，行吧。好，走。陈老师怎么这么严格呀、啊？他这个长得挺温柔的，训练起来这么严厉，我这刚这么一会儿就满身大汗，都站不起来了。这七天之后，我得什么样啊？但是我一定得坚持，我一定坚持活下来。小燕，你等着我。现在终于知道，人世间最痛苦的就是减肥，有时候真的连死的心都有了，就是在生死之间挣扎。
各种利用各种设备。带着那个。哎呦，花园里有的是。往下，往下扎。啊，趴过来，腿垫上。啊。走着。好，这哎，你都这劲头了，你这岳父岳母要再不感动，是不是说不过去了？一定感动，坚持坚持。七天他也差不多减了八九斤，我觉得真的是恭喜。汗出的，这个说说你心目当中的那个男人的这个身材是什么？对了，可能是赘肉少一点，肌肉多一点。嗯，是那种美男型的吗？对，就那种韩范感觉的那种。啊，就是消瘦的都不行是吧？也不用非消瘦，但起码得有块肌肉。但是，那你当初为什么找他呢？想当初不这样啊。那你满意他的这种现在的这个吗？不太满意，但是我觉得他这种毅力，我还是觉得还可以。举起来，快，高抬腿，对，抬起来，别停啊，20分钟。哎呀，你怎么练膜？陈老师，您训练我这么累，还有时间贴面膜呢？呵，我为了跟你培训，我都晒得跟星星似的了，我还再不贴贴美白美白，我这脸回去没法看了。在陈老师的魔鬼训练下，北辰活下来了，也瘦下来了。